In remembrance of Baba. 在爸爸的思念中, taking love remembrances of all of you. 把大家的爱和思念, Baba invoked me in subtle reasons. 爸爸在境界区呢召唤着我, 然后我就在爸爸的面前了。 Baba, this was standing. 爸爸就是站着, 然后爸爸 was giving drishti to each child. 给每个孩子drishti, and then Baba, 然后爸爸 looked at me and 看着我, lovingly shared drishti. 就是充满爱的在分享他的drishti. Baba's face was very 爸爸的脸非常非常就是微笑喜悦的。爸爸说我来给你敬饭了。爸爸以很多的爱与很多的爱呢接受了这个book。然后爸爸就看着我并说孩子你是否一直感到独自的呢? 孤独的自己一个人呢我说不爸爸你是我的伴侣你是我的陪伴爸爸说没有一个人呢可以感到说他是孤独的单独一个人的爸爸说他是他的爸爸说他是我们的向导我们大家呢一起跟爸爸到处的去旅游对爸爸呢每一直呢都是像就是作为一位向导呢 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有的孩子呢，当他在旅游的时候，他就看到他们就迷失了，他们没有看到那这个向导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感到说，就好像一点的紧张或者是困惑或者是迷失。但是今天爸爸要告诉你们说，爸爸将不会呢。 放下任何一个孩子的，让他单独一个人的，因为爸爸是那个呢，带我们开始这个旅程的，所以爸爸是那个呢，跟我们告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目的地，爸爸也是说，爸爸一直都会跟你们在一起，直到你们到达你们的目的地，所以爸爸说，无论什么状况情况的发生。 爸爸说都是跟你们在一起的，所以我就说爸爸，有些孩子，有些灵魂呢，他在分享他的这个困难。爸爸说，对，让他们去分享，因为爸爸说，当你告诉爸爸一切的时候，那么无论是在我们的内在，或者任何的一个困难，或者是外在的一些困难，你告诉爸爸。 爸爸就会在那儿的，就会给你力量。爸爸会治愈你，爸爸会说好 ，OK， 让我们向前迈进，对吗？所以爸爸说，不是说有些孩子能够听到的，有些可能不会听到，但是你越多的知道，就是进入到内向。 你会感到的，你会感觉到的。说爸爸就是跟我们在一起的，爸爸就像向导那样呢，在我们的这个旅程上，因为像向导呢，他也是要去到处去旅游，他会跟我们一起的。然后我就把大家的灵魂的，就是Dr.Nirmala，他不是。 他在我们的迪迪努梅拉，他不是很健康，他在那里呢，身体感到不舒服。他现在在阿米拉班，所以让我们大家给他萨卡什，给他好的良好祝愿，那么他就能够感到非常会好。他现在在 ICU 紧急治理，对，请大家呢发送你们的萨卡什。 给我们的迪迪尼玛拉，他从澳大利亚回来，身体就感到，其实在那里身体就感到不舒服了。
对，但是不要担心。爸说，我们关心。如果你们感到担忧啊，或者是啊、就是你，那么你就不能够啊、专注了。爸爸是告诉爸爸，爸说，当你说的是，当你告诉爸爸了，你就会给自己带来力量，那么你就能够给他人力量了。所以，如果你开始担心，啊，那你的浪费的思想到来，所以爸爸今天要告诉孩子们说，当他说将会有很多的状况情况的到来，但是爸爸都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不要担心，一切都将会变得更好，非常好。只要我们就是向前进，然后我就说爸爸，每个人都要来到精细区。对，爸爸说，爸爸欢迎大家到来到，然后爸爸就说，就是把这些阿片巴巴达的知识地服，把让他啊，就是从阿片巴巴达那里获得知识地，你就会被运到那里去，你就会感到，你就会去到那个精细区或精细区或精细世界里。爸爸给了很多爱和大家，爸爸给大家很多很多的爱和思念。Om Shanti。वो दिन कितने प्यारे थे ये दिन भी कितने प्यारे हैं तब बाबा साथ हमारे थे तब बाबा साथ हमारे थे बाबा अब भी साथ巴布达达崇高的话语，所以谁是那些庆祝霍利节的呢？神圣的天儿们。神圣的天儿是多么的可爱，天儿是那些在水中不断游晃的，神圣的天儿也是那些在知识的水中恒定游滑的，他们是那些会分享的，也是那些会有益的，所以你们都知道如何分享和有益，搅拌琢磨知识意味着在知识的甘露中有益，分享则意味着恒定的在一个崇高的境界中，你们知道怎么去做这两件事，对吗？你们班爸爸知道这两者，对吗？
你们所有孩子心思当中都对父亲有着超过百分百的爱。父亲对孩子们也有爱。无论他们是跌倒还是攀登，又或者是玩游戏，当父亲看到他们的游戏时，他理解到他们有点淘气。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一样的，有些是淘气的，有些是严肃的，有些是有趣的，还有一些有着非常快、非常快的个性。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爸爸的孩子。孩子们，我一直与你们同在。Om Shanti Maryada. Om Shanti Maryada. Purshottam. Brahmin 生活的脚步，你的头衔是 Maryada Purshottam， 是哪个未成？你的头衔是 Maryada Purshottam， 通过遵从最高的行为准则而成为最高的人。这些行为准则是 Brahmin 生活的脚步。如果你们不把自己的脚步放在这些脚步中，你们怎么到达你们的目的地呢？跟随 Brahma 父亲的脚步，所以那些行为准则就是这些脚步。如果在跟随这些脚步的过程中出现了哪怕是最轻微的波动，你们就会遥远，你们就会远离你们的目的地，然后你们就必须努力工作，辛苦劳作。爸爸不喜欢孩子们去辛劳。你们称你们自己是容易的瑜伽修行者 ，easy yogis， 可是你们却很辛劳。Om Shanti。所以今天我们就开始新的这个新的系列，就是 Maryada Purshottam Brahmin 的生活的脚步。现在让我们听 Didi Mohini 讲。
Om Shanti. Om Shanti. Happy Satguruwa. Baba says. Baba sho. Woman yao bao chi. Jishi bai tuo. Jishi yao bai tuo. Zhege dan xin. Bian de qing yin de. Dang woman si qing yin de shi ho bu hui yu dan xin dan yu. Na ni ju neng gou ji yin de baba de li liang. 要一直记得我们是属于爸爸的，然后他会负对我们所有一切负责的，所以爸爸说他是跟在这个旅程上，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所以就是他会带我们到达我们要到达的目的地。爸爸是那个向导，他一直都是跟我们在一起，也是一直的。所以爸爸说从来不要感到孤单。 不自己一个人的，所以这里我们也准备好要来今天新的系列了。 Maryada Purshottam 就是我们大家都在跟随这个 Maryada， 就是跟随这个最高行为准则。可能有时候我们在这跟随这方面呢，有一点的这个慢啊，或者是。 漫不经心，所以他就是很高的。当你是完全去做，或者是精非很精准的，所以我们要对这一点来严肃一点。我应该要做，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脚步，就是 Brahma Baba 的脚步，所以我们要跟随他的脚步。 然后爸爸说：“当你是轻盈的时候，你就能够做得更多，对吗？不用担心，但是有时候，突然间有某些东西你不能够做，你不能够做得很好或者正确，也不要感到内疚，那是有时候会这样的。其实要有坚持，我们要坚持，要有决心，所以。” 我们就开始从甘露时间开始，有这样的，就是在甘露时间开始这样去做，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神灵魂和神的这个相会，然后就成为我们就成为那个关系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然后就像我提到的是。 就是那个时候呢，五大元素，就是在他们的这非常精微的这个境界中，有时候开始有的开始升起，太阳开始升起，然后这些树啊树木呢开始给了这个氧气，还有花朵的芬芳，或者是草的这些芬芳，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 精微的，非常健康，非常美丽。所以这时候，现在呢，我们关在房间里，关上窗门，但都是这样。但是呢，所以要打开你的窗口，然后给那个新鲜的空气进来。我们起来，早早醒来。通常我们说3点半吧。 我们早，然后自己起来，然后从4点到4点45分，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很早起身，然后你就能够清醒自己，然后洗脸啊，然后要很清醒你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 我们无论什么，我们穿的衣服，在晚上穿的也应该也是要换掉，然后因为有时候有因为有些人穿有颜色的，这个服装，那你就要。
然后你就要换你的衣服啊，是一不要坐在爸爸面前，换衣服，然后坐在爸爸面前，穿，不要正确的。然后这个最，所以大家整个家庭其实呢都要坐在一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的年龄啊、健康啊，无论什么样的原因，因为你在坐的时候，在甘露寺间，在那个房间里，就没有那种。 那种正波，对吗？你在房间里坐着，没有那种正波。如果就好像，就你坐在跟你的床很靠近，如果那些能够来到爸爸的房间的，啊，或者在这个就是，来这里，就是拿这样的机会来到爸爸的房间去坐，所以。 我现在不能够做，但事实上我都是，所以当知道你真的能够做，你应如果能够做到，应该要拿这个机会，所以爸爸会给你。弟弟曼摩尼一直会说，他时常会说，他说你有爸爸，就有一首歌，有这样的一首歌。 就是把这个新娘醒来吧，新娘。所以，无论在什么方式下，你知道你们各自呢知道你自己的情况状况，但是这是非常重要，去到爸爸的面前，要非常喜悦的，充满笑容的微，然后就跟爸爸说早安。 这就是呢，你就得到了第一个祝福，这就是第一个祝福。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啊，你们的啊，我们的父母亲如何的祝福我们一样。当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然后当我清洗过后，我就会做的，我会感到，我真的感到说。 爸爸在这里，我在爸爸的这个怀抱里。作为父亲、老师和萨古鲁导师，父亲、老师和导师，在这个三个关系中，父亲呢使我们变得有价值的孩子，然后他给我们祝福，他会祝福孩子。所以在那个时候，那时候的心智呢是非常。 清新的，不是说我们要去搅拌知识，但是你会感觉到说，就好像爸爸呢就在，就是在唤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更多的这一个力量，使我们的心智呢变得无限的。那就是那个时候呢，也是。 你会有一个非常深的那种感觉，说情感，说你要对爸爸做的更多。但是当然，我们会有这个交通管制啊，或者是冥想，不是，那是不同的。我一直对爸爸说，无论你的方指示是什么，你无论你要我做什么，就好像我把自己呢，就是交给爸爸。 然后他也是我的，萨古鲁，把自己供奉给他，这是非常好的那种情感，非常美丽的。所以你也会看到，有时候你不知道，你坐着，然后你不知道时间就这么过了。然后，这不是强迫，有强迫性的你在做，这是非常自然你醒来。 即使在世俗的世界，他们现在在讲关于什么，其实你就是很，你的意识啊，变得非常崇高时，你就会很早你就可以起身了，你就会很早的起身醒来。爸爸妈妈呢，他时常就是啊，就是三点啊，2点半啊，2点40分这样醒来，所以。 我们很多人都是在那个时候，也是在那个时候醒来的。
有些人他有工作，但是这个身体就疲倦。 无论什么样呢，但是那个时候的是我们会醒来，三点到四点是最好的时间，三点到五点是最好的时间，所以关系是一件事情，我们大家都要在看，其实只要哪一个爸爸的这个品质，爸爸的品质，有时候我。 有时候我就把爸爸当作是我的解化者，然后是作者，然后无论是什么有什么非常轻微或者是非常微妙的不纯洁呢，那么爸爸呢就会像解化者那样的来解化我们的这些，即使是非常非常轻微的这种弱点，有时候是在内在，爸爸你是。 有时候你是哪一点这个宁静江河，爸爸你是宁静江河的海洋，然后我就融入在那个海洋中，所以你尝试要去解释，要不然呢你就你要去尝试去解释很多很多，其实呢不用，你在那时候呢你只要坐在冥想中，我肯定。 相信你们大家都体验到这样的利益，这个利益就是跟爸爸一起的这种利益，或者是被，就是保持，就是在那些呢，在甘露时间醒来的，你会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就是你就会了解你自己更多，你自己的我。 我一整天需要做什么？不只是那一天的事，每一天都是。我们不会去到爸爸那里拿这个问题呀、啊，有什么问题？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没有人有任何的问题，对吗？除了无论什么在戏剧中、戏剧当中。 他是否是无论是我自己的身体啊，或者是其他人，但是在早上的那种那个时间呢，在最后呢，我们都会给他给那些每给每个人我们的爱和很多的爱和我们的良好的祝愿。最后的时候，对，我们不会说跟爸爸说：“爸爸，请你帮助这个灵魂，帮助那个灵魂，不是。” 爸爸，我知道爸爸已经在做了，不用我们去请求他，但是我们只要给良好的祝愿和纯洁的情感，这就是我的这个体验。如果有任何东西，你如果你们觉得你们还有还是不清晰、不清楚这个甘露时间的这一切呢，你可以寄就是寄那个。 邮件呢，给他们，给阿嘎提帕瑞巴，然后弟弟会给我们解释的更清楚。今天这个是玛利亚的第一天行为准则。 Om Shanti, everyone. Om Shanti, Mohini Didi. How are you doing? I'm okay. Om Shanti, 大家 Om. Good, good. 您好。 It was a very interesting book message. I was thinking that when you 非常有趣的 the three points that you actually get from Baba being the guide. 不是很清楚。 你说爸爸是这个导向导。 And it helps you. Baba helps you move forward. Yeah. That if you understand that you're not. 爸爸。 爸爸让你向前迈进, same thing about Amritvela. Yeah, that, you know, it gives you power, it heals you, and it moves you forward. So one of the questions I have, actually some basic questions. You were talking about dress. And I was... 我们要早上只有早醒来做我们的甘露时间。所以要就是你要准备就是要早早睡觉。
In the 60s. Interesting. And my question is, like, let's say if someone... 我都提问就是在这样里的吗? 关于他们的这些... How important is it that we wear white? 我们就是为什么要穿白色? 但是当然我一直都是在穿白色的, 我是说, 如果有些人是穿他们的服装, 怎么说呢? 但其实这也是取决于, 也是他们在束缚中啊, 也是这些黑色的, 比较深色的, 这些没有袖的这些衣服啊, 这些服装, 这是非常奇怪的, 我也是看过有些人这样, 但是 Daddy Brakashwani 他说, 比如说突然间有什么紧急的事, 你就要从那个房间出来屋子出来, 你怎么办呢? Daddy Brakashwani, wow, 从来没有换, 他在穿着这个sari 在睡觉, 他说如果突然间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会怎么样? 所以我跟我们大家说, 他是非常重, 他都会再穿着的sari，但是其实呢，要穿的非常正，就是正确一点了，因为有时候有什么紧急事情呢，你马上就要出去了，那怎么办？怎么在想？但有时候在赶着时间，那种感觉就是爸爸在创造我，在制造我的这个精微的这个形体。 所以我在想，就是如果你没有穿，就是正确的那个穿服装啊，你好像感觉不对。但是我们的天使般的爸爸说，我们就是特别是工具们啊，要有代表，非常要整齐。就是有些人给爸爸这些头巾啊，他会，他就会。 穿一下子，然后他说要不然我的这个膜拜者会很困惑，就是我觉得呢，那些在很多呢要从我们自己得到沙卡，他们要有那种情感，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呢必须要爸爸使用，我们就像那个天使的灵魂一样，所以我也是要做好来这个服务，所以还有一些东西就是你在提到的说，就是非常有趣的是。 就是，就是爸爸的，就是爸爸会有时候会给爸爸，爸爸的，有时候的时间呢是我们会见爸爸，就像他是父亲啊，老师或者是向导，就是爸爸说，如果你早早醒来，有很多的爱记着爸爸，然后其实呢，你的心智呢会从石头般的就变成神圣的。 所以，请你一定可以讲更多、更详细一点嘛？对，爸爸给了我们，就是爸爸给了我们这个礼物，就是神圣的心智。但是石头般的心智，就是要有爸爸说的是要意志，我们要转变。不只是那样，但是你要了解明白这个真理。当我记得爸爸时，那么我的能力呢就会一直增加。那我的。 我的这些容器呢，就是变得更清晰。所以有时候有些的负担，有些的这种不好的意照什么，都是在我们心之中。但是当我们记得爸爸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被移除，那你就会变得神圣的。然后你就会，当你在听茉莉时过后之后。 茉莉呢就变得非常感到非常甜蜜，非常清新。我只是感到爸爸正在讲，我就开始写下这些点。对，这今天早上都是在读茉莉，非常好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智要纯洁和就是打开来的，然后去感就能够去吸收这些甘露知识的甘露。 是否是通过知识得到甘露，或者是思念得到甘露？不是说在这个意识的形态中，我们也是要跟他人分享。所以，如果石头般的心智，你说你
石头把那些石头当你听了母语之后呢，然后每个人来问我，今天爸爸说什么，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呢。这个就是石头般的心思，就像今天爸爸说如何发生。其实你是即使呢，你指哪一个点就好。所以，你如果你如果你感到说，如果我的整天就是，我就是一点在做这些做那些，没有专注在母语中。 所以你的话把你我们能够把它放在那个甘露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你要做的一个钟啊或者什么的，那你也是需要一些，就是你也要一些知识的油啊，就把你的这个灯点燃嘛，所以点亮。所以有些人他会，即使是祝福，在还没有睡觉之前。 祝福爸爸的祝福，做一些东西，那么你的心智在早上的时候呢是非常清新的，非常。Yeah, most of the people, all of 很多时候，你们大家都是大多数都是非常忙的，对吗？但是你还是要用，就是要做这个交通管制，至少是在晚上睡觉之前的，很多时候。 很多的地方，他们做半小时，然后他们在搅拌知识，他们在复习。现在呢，我们都很忙，我们没有做。其实呢，是好的，能够去做这样 Avyati Pariva， 至少呢，能够做一些东西在这里，对吗？在 Avyati Pariva， 他们因为那现在他们是晚上嘛。 所以这是还没有睡觉之前做，就进入到这个自己的爸爸，变得无身体的静在身体静点，所以你保持静静，你很容易醒来。最后一点是，当我第一次来到爸爸，所以最大的这个最高行为准则就是对我来说，就 Amrit Vela 甘露时间对我是很困难的，因为当我第一次来爸爸的时候。 因为我有这个习惯，晚上很迟才睡觉，所以要听多少的母语呢，能够使我们的这个Amrit Vela甘露时刻呢，才会变得容易。How many more leads should they have heard for Amrit Vela to start? 所以多少个母语他们听了，能够使他们的母语变得容易？我认为。 就是大多数的爸爸的孩子们，他们是很自然的在早上醒来。有些就好像你说的，你要学，因为你们还要学，还要去上课，还要很多做工作，所以那个身体变得很疲倦，然后或者是心智变得疲倦。其实通常呢，但是我认为呢，大多数的 Brahmin 都是很爱在那个时候醒来的，就是说。 他一旦他们意识到爸爸，他们就能够醒来的，是很自然的。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谢谢。 Om Shanti. Maryada Purshottam, steps of Brahmin life. Maryada Purshottam. Brahmin 生活的脚步，你们的头衔是 Maryada Purshottam， 通过遵从最高的行为准则而成为最高的人。这些行为准则是 Brahmin 生活的脚步。如果你们不把自己的脚步放在这些脚步中，你们怎么到达你们的目的地呢？跟随 Brahma 父亲的脚步，所以那些行为准则就是这些脚步。 如果在跟随这些脚步的过程中出现了哪怕是最轻微的波动，你们就会远离你们的目的地，然后你们就必须努力工作、辛劳、辛苦劳作。巴布达达不喜欢孩子们去辛劳，你们称你们自己是容易的瑜伽修行者，可是你们却很辛劳。 Maryada Purshottam，Brahmin 生活的脚步。你的
你们的头衔是Maryada Purshottam， 就是通过遵从最高的行为准则而成为最高的人。 These codes of conduct are the steps of Brahmin life. 这些行为准则是Brahmin生活的脚步。 If you do not place your steps in these steps, 如果你们不把自己的脚步放在这些脚步中， 你们怎么到达你们的目的地呢？ Place your steps in Father Brahma's footsteps. 跟随Brahma父亲的脚步。 So, these codes of conduct. 所以，那些行为准则就是这些脚步。 If there is even the slightest fluctuation in following these steps, 如果在跟随这些脚步的过程中出现了哪怕是最轻微的波动， 你们就会远离你们的目的地， 然后你们就必须努力工作， 辛苦劳作。 Bab Dada 不喜欢孩子们去辛劳。 你们称你们自己是容易的， 瑜伽修行者 easy yogi， 可是你们却很辛劳。 Maryada Purushottam Brahman Jeevan Ke Kadam आपका टाइटल है मर्यादा पुरुषोत्तम ये मर्यादाएं ही ब्राह्मण जीवन के कदम हैं अगर कदम पर कदम नहीं रखा तो मंजिल कैसे मिलेंगी ये मर्यादाएं ही कदम हैं अगर इस कदम में थोड़ा भी नीचे ऊपर होते हो तो मंजिल से दूर हो जाते हो और फिर मेहनत करनी पड़ती है और बाप दादा को बच्चों की मेहनत अच्छी नहीं लगती कहते हैं सहज योगी और करते हैं मेहनत ओम शांति ओम शांति